到这个时间来，要有一个目标，我来干什么？我为什么来？来之后干什么？将来往哪里去？我们来肯定从三途来，种种迹象去观察，不是善道。善道的人有伦理道德，他给我们大众聚集在一起，就是大众的榜样，看得出来。两个人遇到了，做出不好的榜样给大众看，这个就是造业。做出好榜样，那是教化众生。我们从早到晚这一天做几次好榜样，做几次不好的榜样，反省一下，改过自新，转业障为功德。经书不能不读，读经书学习佛菩萨的威仪，我们就受用。修行顺利境界都是恩德，逆境遇到了改过来，顺境要做个大众看，自行化他。生到这个世界，这个社会，常常想到我给人做好榜样还是坏榜样，起心动念言语造词，不是善就是恶，善恶分明，向善握在那一边放下，起心动念点点滴滴都是修行，有心是修行，无心还是修行，人人都是善知识，都是善友，他是真的向他学习，他是负面的，我们不批评，不惹麻烦，改过自新。人家好的学习，不好的改正过来。Oh.